尔街日报》，美国玉米大豆出口上周主要输往中国。美国农业部表示，截至1月20号，当周接受出口检验的美国玉米跟大豆，有很大部分都是出口中国，成为这两种粮食主要的目的地。 日本经济新闻年增49%，日本航空货物出口大增。日本数据显示，2021年从日本出发的航空货物出口量比前一年增加了49%，超过了116万吨。《金融时报》追加4.5亿美元，美国波音投资空中交通公司。 美国波音将会向一家开发自动飞行的空中计程车企业再追加投资4.5亿美元。过去一年，总共吸引了数十亿美元的投资额。